跳跳跳，幸福要来到。我说爸怎么会去找赵阿姨呢？原来是为了妈的事。哎，我还去问过爸呢，爸神秘兮兮的，什么都没告诉我。哎呀，老婆，来睡觉了啊！你爸找赵丽阿姨啊，还是我让他去的呢。来来，你让他去的？是啊。那这么说，妈怀孕的事你早就知道？哎，是的。来来来，睡觉睡觉啊！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是，你爸不让我说，我怎么能说呢？来来来，睡觉了睡觉了啊！你说你妈几十岁的人了，她还能怀孕，我要是说了你能信呢？外婆能信呢？哎呀，睡觉睡觉啊！说的好像很有道理。哎呀，除了这件事你还有别的事情瞒着我？没有了，你借我十个胆我都不敢的。量力不敢。哎，来吧来吧，老婆睡觉喽。哎呀，睡觉吧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婆，你喷我的香水了，对不对？增加一点浪漫的气氛嘛。哼，又没洗澡，对不对？排队的人太多了，我洗澡去。不是，洗澡去，别废话。去。那个，哎，我马上就好啊。跳跳跳，幸福要来到，不是升官了啊，就是发财了啊！哎呀，哎，老婆，你说咱妈都怀孕了，我们是不是也？啊，哎，老婆，别走了，到了。啊，哎，要纸不要？不要啊。哎，我说，可以啊，啊，略施小计就治好了外婆的痴呆症，啊。我这叫武松打虎，可费劲儿了。你先别美，人家武松打虎花的是力气，你花的是钱，没高明到哪儿去啊。可是这母老虎在我家里，你说我打也打不得，骂也骂不得，我不花钱我怎么办？1000多块，你不心疼啊？我这是舍不着孩子，套不着狼，我 no pain no gain， 我是有付出才有回报，对不对？1000多块，我当然心疼了。但是应该这么想，这我换回了莹莹对我的尊重，我换回了回房间睡觉的权利，值啊！行行行，你觉得值就行，反正花的又不是我的钱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丈母娘下午不是来产检吗？对啊。哟，跟踪的很勤快嘛。哎，你跟踪晶晶就行了，你跟踪我丈母娘干嘛？我有什么办法啊？啊，嗯，我没有人才，稍有钱财啊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要拍马屁吗？你学坏了、啊，跟你学的。哎，你看这是人头吗？这是？这咱哪会看呢？你会看吗？这是胸？怎么成胸了？这不脖子吗？这是妈肚子。妈，伯父伯母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们怎么有功夫过来了？我们正好休息嘛。不放心吗？我们过来看一看。对对对，伯父，哎，您坐。哎，妈，你现在还行，没什么反应。今天没有，今天没觉得。哎，我看看，曾大夫，啊，曾大夫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怎么样？你妈最近好点了吗？我妈精神好多了，好了啊，这都要感谢曾大夫，啊，谢谢。这哦，这是我岳父，我岳母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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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先忙着啊，好好好，嗯嗯，爸，你坐。伯母啊，检查结果怎么样啊？这还能怎么样？和大伟等着呢。大夫让我们再做一次尿检，这不还做这个超声波检查吗？哦，也做了一下，现在等报告呢。哦，不对啊，上一次检查不是已经确认怀孕了吗？干嘛还要做尿检啊？
不是，反正那大夫让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大夫说的嘛，让做一个。对对，那我们就做呗。就是。哎，这位大姐，你怀孕了？啊？你今年多大了？就50多一点儿。你就别说这个，你说的是虚岁，虚好几岁。我今年就算是50吧。什么？我都27了，一天到晚的跑医院，想怀都怀不上，真羡慕你。不羡慕，这怀孕这事儿你不能着急。有时候你说不要吧来了，要吧死乞白赖不来。还有这个就是，他不光是女的的事儿，有时候这男的也特别重要。那是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我保姆厉害，我伯父更厉害。你看他这么大岁数，老当益壮，要不能来的伯母老抱生猪吗？你笑什么笑？什么叫老抱生猪啊？啊，拍马屁拍马蹄子上了。回头我丈母娘一生气，就不把女儿嫁给你了。伯母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开玩笑开惯了，你千万别跟静静说，要不我就麻烦了。那得看你怎么表现。哎，伯母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表现啊。小许就是会说话。高玉萍女士，请进来听报告。哎，好，高玉萍女士，来。啊，大夫。大夫，妈，你慢点啊，慢点。哎，你们。我们今天不是来下象棋的，这是我丈母娘，这是我准丈母娘。哦，怪不得。杜大夫，我能问一下吗？为什么我丈母娘还要再做尿检呢？我发现了一些问题，怀疑是之前的尿液检查弄错了，所以为了慎重起见，要再做一次检验。啊，那这次的检验结果是？哦，这回经过尿检和超声波扫描，我确定。高玉萍没有怀孕啊？没怀孕？你确定？你看看，你看，这可不就是没怀孕吗？这不是人吗？这不就是没怀孕吗？没事儿，这不是我看上去我以为是男孩呢，我这还你看着像啊。其实没有也不是坏事。嗯嗯，妈妈年纪大了，生孩子还是有风险的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说啊，这生容易，养和娇啊，麻烦着。没错，反正咱们已经有3000斤了，足够了啊。哎，小许会说话。我说嘛，哪有那么美的事儿啊？好几十岁人了，天上掉一馅饼啊，给你送一儿子来，怎么可能呢？美死你！你行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好不好？要不要？都让你说了，但是也好，这样不用为那个生不生而烦恼，哈，无事一身轻嘛。我怎么还是一阵一阵觉得不舒服啊？哪儿不舒服？就这一块啊，觉得还是胀，还是有时候恶心，想那个肉也不敢想，一想就想吐。这后边就是右边这半拉，特别的酸，特别难受，有时候这胳膊也抬不起来。哟，怎么会这样啊？